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六月十二号，旧历的闰四月二三礼拜二。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三十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今日台好大雾，虽然咱从化官无来传出灾情。不过，伫咧农业部分已经进入采收期的麦子加莲雾，还阁有水稻啊，确实算是产量予农民是真欢乐。罗岗镇一对翁仔某带着囡仔到火锅店用餐，店员伫咧加煎酒精锅的时阵，竟然无去注意到酒精炉内面还阁有灾过意外引起爆炸，造成三人烧烫伤。2012年，罗岗镇端阳罗岗镇公所除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以外，也过来彰显罗岗特有的民俗游戏葫芦文以及相关图。详细新闻内容，拢伫咧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好，来乡亲啊，这新闻一开始哦，来关心这连续几天的核武，和咱分园哦，原本是皆是绿绿的乌叶啊，荔枝出现那个，原本应该爱到采收期的荔枝，因为未堪你这核武的打击，是那个龟头卡。另外，唔那是荔枝受到严重的损害，即马就连伫咧田中种植的这莲雾，嘛是最伤严重，出现这不果的情形。个人将坏这水稻啊，将陆续来进入。在收割期，但是即马说是有真侪厝的这农田哦，出现这稻啊倒起的现象哦，互农民是真烦恼。这雨若是阁继续落个遮尔啊粗，这损失会阁较严重。龟头卡满满的荔枝，原本应该是伫荔枝树顶等待采收的荔枝，却因为落几暗的大雨，即马是落龟头卡。哦，损失真侪声的，恁落雨损失足侪声的。农民讲，今年的荔枝产量因为开花期的时阵受到南风影响，结果率已经无悬。多数农民已经有欠收的心理准备，想袂到才要开始采收，就拄到大雨。也搁落雨，搁落真济啦，搁土甲搁落咧啦，啊搁收无啊，啊工搁贵啊，啊搞工啊。除了荔枝落了真严重以外，田中的莲雾嘛同款去予大雨来影响着。雨水让已经进入采收期的莲雾出现水伤和鼻果。啊，就落雨就挡袂住，热的就热的。啊，都拢烂果，啊风头啊就大雨，啊风头啊拢烂果，拢看煞白甲高白啊甲鼻果，鼻果占差不多50%。唔，那水果类损失严重，这场大雨嘛，予南彰化一级稻作出现倒伏的现象，农民是真烦恼。雨若继续落，已经八岁的水稻啊，真容易剥芽，到时阵就真正要哭无目屎。大彰新闻张世良综合报道。咱拄则有看到，这农作物因为雨大雨受损严重。虽然即届咱彰化并无来出现严重的淹水状况，不过咱彰化县政府嘛无来放松戒备哦。为着因应国内雨雾可能所带来的损害，十二号早起嘛伫咧水利资源处的水情中心，是来成立即个灾害应变小组。水处处的当日嘛，24点分组来进驻应变小组，随时来监控管内各个抽水站。抽水机以及确保这水门是不是会当正常来操作。透过水资处水情中心的监视系统，管内25座水位站、15座水手站以及15处重要的水闸门等影像监视设备，拢真正常咧运作。透过摄影机及时来监看水位甲水闸门的开关。各个河川的重要的河川的一个水位，我们有个即时水位跟那个警戒水位的一个监视。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即时水位都还低于这个警戒水位的之下。
因应这波大雨，县政府十二号早起伫水族处的水情中心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县长邓丕源表示，虽然彰化县到目前为止并无传出灾情，但是这回好大雨，台湾有真侪所在灾情拢真严重，所以绝对袂当放松。我们各单位啊，包括我们的水门啊、抽水站啊、抽水机呢啊，都维持正常的运作啊，所以目前呢只有零星的灾情传出。不过我在这边也要呼吁各位乡亲，因为这一次西南气流再加上封面过来，是一个持续性的大雨，很多的县市都已经传出重大的灾情，甚至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那我们彰化县呢，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的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这波西南气流造成好大雨的威胁，还有两天，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要做好应应，尤其是沿海地区，更加是要注意。县府应变中心24点钟拢有人员进驻值班，有相关问题甲灾情通报，拢会当敲电话728-1201，全民做伙做好准备，予灾情降到上低。大众新闻中，梁中华采访报道。接下来，咱要把镜头转来去河北电台看，这个天气是真无稳定，雨势落加真强。这嘛造成德州路分界道的两边是来出现积水的情况哦。车辆只要开过这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所在哦，这水就会喷到对向的这车道哦，加加让这骑车或者是开车的人惊一跳。为着要来改善这个情况，这官员黄宝良是联同这当地里长来到现场会勘，希望会当找到解决的方法。车辆驶过积水的所在，喷起来水花，拢会使喷到对向的车道。好比伫德州路，只要拄到大雨，分界道两边的积水，就常常予经过的人提心吊胆。里面啦吼，真侪我德州路这边的这两排的里面，咧反映讲，这德州路为什么近摆若落雨天，就积水中央分隔道，伊就积水，啊喷有当时啊，就拢喷到店面这边来。啊，造成人行的交通的问题，啊，人的安全的问题。下点小雨吼，它就会积水吼，落些小雨，然后就积水，造成咱用路人、咱的车辆，那经过了后吼，啊，咱的车辆速度也较紧速啊，佫会把水喷去到对面的车道吼，啊，使咱车啊，咱的用路人、咱的行车吼，会造成一寡安全上的问题吼。议员表示，这个路面当初设计不良，和水拢集中伫内侧，无落雨的时阵，水嘛拢排袂掉。袂少民众拢向伊反映，有时阵常常因为对向车道喷起来的水来惊一跳。啊，我会阁甲咱的官府吼，提出说明安尼吼，啊，麻烦咱县政府这边吼，有若甲咱百姓到协助，啊，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因为吼，这有安全性的问题吼。德州路是河北市区通往陕西新港的一条重要道路，落雨着积水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附近的住户甲用路人。里长表示，希望相关单位会使重视这个问题，解决这边落雨地发生的交通危机。大众新闻林伟廷河北采访报道。新港乡有一位民众在这小食店买到一支这玻璃罐仔装的米露，不过这罐拢也未拍开，但内面却是一滴酒拢无。民众就笑讲哦，这是难得一见的限量版，爱留落来做纪念。丰富人文，真诚感受。2012鹿港庆端阳，热闹登场。求职面试请留意三大准备及七步原则：收集应征公司资讯，仔细检视征才内容，请朋友家人陪同面试，记得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
不离身，不饮用，不挥发工作。求职面试，多一份准备就多一份保障。秀传生活圈，庆义国中国小旁造镇计划，惠来建设2011年巨作《惠来君悦》，以先进科技打造层峰高标准生活，掌握彰化第一繁荣增值版图，彰化市中心地标豪宅，惠来君悦，04-7613-48。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三，嘛是旧历的闰四月二四。根据这同事的记载，明仔在位在东南方，好时是下晡一点到三点，适合在计穿冬套。另外，还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好，过来哦，要来提醒乡亲，若是到这火锅店来吃火锅，这酒精炉内面若是够有火，千万是唔通来加这酒精锅。伫咧洛江镇哦，就来发生一件因为倒酒精锅，结果无小心甲人客烫着伤的意外。一对翁仔某带着这小朋友到火锅店来用餐，想袂到这店员是直接甲这酒精锅加入去这一个火酒精炉内面，结果是轰的一声，这火真是乌白喷。这对翁仔某甲坐伫咧附近的这查某囡仔，嘛受着这两度到三度的烧烫伤。食火锅煞意外，予酒精锅来烧烫伤，连太太的伤势真严重。啊，那是林先生的左手嘛，红烫伤。七十暗时，伊是带着查某囝甲后生，到这鹿港的三妈臭臭锅来食物件。卤店员伫咧整理桌面的时阵，竟然无注意到这鼎内面还阁有残火，直接就这酒精锅摕咧就倒入去，结果引发瞬间的爆炸。里面还有火，不要加。啊！后来他拿起来的时候，酒精瓶拿起来的时候，上面有已经有微火了。我说阿梅，那个酒精膏不能再加了，上面已经有火了。可是那个小妹还是一样，把它按下去就听到一声砰。我老婆身上都着火了。救护车紧急赶到这店门口，将受伤的三个人送往病院急救。经过治疗，林太太的面甲身躯有11%两度到三度的烧烫伤。想起代志发生的当时，伊感觉是真恐怖。在我老婆的身上，跟脸、跟手这样子。啊，我也是说有说，我刚好坐在我老婆旁边。这对细人的翁仔某，甲坐伫咧附近的一位查某囡仔，拢互火烧烫伤。林先生表示，这店家应变能力不足，意外发生了后，火锅店的头家嘛感觉真抱歉。因为现在吼，这代志吼，确实阮的员工来修复吼，但是我一定负起这个责任的。消防队员嘛，特别提醒使用这酒精锅有危险性，一定要真小心，并且做好安全的训练，才当避免意外再度发生。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啊，那过来哦，来看这新港乡一名民众到这小食店买一支这玻璃罐啊装的这秘露哦，讲要回去厝内，想讲要拍开来啉。结果里面内面说是一滴酒拢无，予伊是感觉真莫名其妙。虽然哦，这汾酒公司讲要甲消费者一罐换一罐来补偿，不过这买着的人是来表示，这是真难得一见的限量版，伊要留咧做纪念。这支玻璃美女罐仔顶头的罐仔盖还未拍开过，不过罐仔内面却看袂到半滴酒。这不是变魔术，是新港一位民众几工前在买酒的时阵所发现的特殊秘鲁。啊，这小酒在制造过程当中，为什么还有这个瑕疵啊？我就感觉真奇怪啊。什么瑕疵？嘿，
内底该入烧酒啊，那无入烧酒啊。啊，所以你安尼甲买开就对了。嘿啦。完全是安那。抱着好玩的心态呢，你啦，什么也没有啦，没有其他心态。顶头的制作时间是今年的4月9日，关阿挂嘛完全无拍开过。经过记者向台湾汾酒公司求证了后，因表示这是机器生产过程的意外，技术无关，嘛愿意用新的秘鲁赔偿消费者。可能就是啊，吼，迄机械吼，伊磕落，可能装无着，毋是无啥物钱，就迄机械关系啦。啊，这种情况外头外。较少，安尼算限量的就对啦。对啦，限量呀，因为迄个机械装无着，安尼呀。嘿，啊，这恁拢安怎处理哈？应该是一罐换一罐，安尼啦。虽然会使换着新的秘鲁，不过这位民众表示，这个空罐秘鲁并不是啥物卫生的缺失，所以并未追究。加上当初就因为这是一支空罐秘鲁，伊才买落来，所以伊要好好收藏这支限量版的秘鲁罐啊。大中华新闻林伟婷新港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大中华地区，过来发生啥物大细项的代志，来看大中华报你知。彰化县立田中高中国中部一年级学生组队参加台湾学校网界博览会比赛，以田中的妈祖庙肯德宫为主题，得到彰化县地方历史古迹组第一名、全国铜牌奖、晋级世界组特别奖，连得三奖。田中镇长戴俊雄昨去学校颁奖，嘛讲因是田中之光。彰化县秀水高中毕业生林俊宏5岁开始就甲新疆的爸爸哥哥相依为命，自细汉负担大部分家事，等爸爸哥哥暗时睏去了后，才有时间专心读册，功课同款真好。林俊宏讲，阿伯阿哥长期救助因一家人，佮真侪善心人士的帮忙，所以无论拄着甚物困难，拢袂放弃希望，后界嘛要做警察回馈社会。这几天风雨来了乱，彰化县将要收割一期稻作出现倒起的情况，溪州乡10公顷稻作损害程度达30%以上，田尾社头顶地区也出现局部倒起的情形，农民无奈怨叹天公伯创治人，溪州农会也烦恼将会拍乱公牛交交作业甲行股的成本提悬。重视健康甲养生的民众，对这间肉粽，会使讲是又搁介意又搁万分哦。这彰化县卫生局就甲彰化秀团病院来设计出真侪这创意健康肉粽的食谱，讲过了后，带大家来了解。赞耀飘香庆端阳，6月17到6月24，盛大的民俗活动在基隆港，来看龟龙船、锣鼓阵、台湾歌谣演唱会，看演艺明星精彩的表演，也有箱包会使提哦。我是鹿港镇长吴正安，鹿港庆端阳邀请大家做伙来闹热。彰化新亮点，百年传家树。正章美路维多利亚式建筑，定金10万，饭店管家别墅，1楼孝亲房，红景首付7559456。鳄鱼新专利，入水管更安全哦。山峦灭蟑，使用很简单，我会，你一定也会哦。鳄鱼一次搞定，山峦灭蟑，远离过敏源。新鳄鱼水蒸式沙螨灭蟑剂，鳄鱼一次搞定。拜日爸爸开车载我出去耍，我帮阿妈换上安全带。爸爸学了我，讲我真捌代志。开车换上安全带，安全行车上自在。顺精工，
超越期待，喜悦美梦落成。04-762-6567。中华新闻的现场，再来关心外动的消息。2010年，鹿港庆端阳，鹿港镇公所除了举办这一系列的活动以外，为着彰显这鹿港特有的民俗游戏、葫芦文以及这相关图，12号早起哦，镇长黄进干也个亲自落场来耍游戏哦，嘛欢迎游客踊跃报名来参加。看过去，鹿港镇长黄进干是甲公所职员三个人伫咧牵十八斗啊。这个好亲像伫咧耍大型的抓熊大富翁，其实伊叫做葫芦门。哦，嘟嘟号，哦，肥背啊，翻麻，哦，肥狗闹屎，肥杀摕来杀，哦，这个杀就是吃起来，哦，肥，比如说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翻麻，麻来翻就是卖，所以他这个口诀有。吉祥的味道，有这个不好的。在这个螺旋状的图里面，总共有47个由百姓和动物所组成的图形。除了中心点的南极神翁，其他都是两个配置队。只要牵到同款的图形，就要刷到另外一个对称图形的位置。想要率先到达这终点，就要看这牵十八斗的功力。升官体本来是宋朝、唐朝、唐宋年间就已经有这个物件啊。搁刷了，咱即马所用每一个朝代拢有伊的升官图啦。啊嘛，即马所用的是明朝的甲清朝的这个升官图。为着要让民众重温当年的回忆，鹿港镇公所将伫五日节期间推出葫芦门以及升官图的闯关游戏。伫农业社会啊，迄卖人吼，较无啥物耍，像即马有啥物电脑啦、装无吼，就是伊这个物件啊，伫遮咧耍吼。啊，我感觉吼，这个嘛要让很主席吼，咱所有咱只观众知影讲啊，以前农业社会耍的物件都是这种的物件呢。啊，这是这個文化资产吼，咱希望吼啊，这个活动吼，咱每一年咱从延续，但这个活动吼啊办了较成功。镇长黄进干嘛欢迎乡亲五日节除了来鹿港看白龙船以外，嘛来文武庙体验难得又个新奇的传统民俗游戏。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好，说到来哦，带乡亲来接种哦。彰化县卫生局是来结合这彰化秀团病院，设计出真侪种这真特殊的创意健康肉粽食谱，讲要来教民众安怎来包出健康的肉粽，食了阁无负担。这材料的选择哦，除了用这红豆、燕麦、薏仁加糙米等高纤维的食材来取代这个传统的糯米以外，在这馅料的部分哦，又阁来加入这中药的枸杞、菊络，嘛用这鸡胸肉、哦。来代替肥猪肉，要让民众在过五日节吃美食，也能吃出健康。美味可口的肉粽是五日节的应景食品，半开粽叶啊，好吃的肉粽无包肥猪肉，嘛无热量真高的土豆，用的材料是永生的糙米、薏仁以及在地金瓜和香菇。营养师讲，永生粽甲传统的肉粽比起来，敢那是热量就减一半。一般的这个我们市售的一个热量呢，是将近500到600大卡，会依照它所用的一个材料还有烹调的方法而不同。好，那我们所采用的这个高纤状的部分呢，它是采用一些高纤的食材，再配合就是说以猪肉，我们是挑瘦肉的部分，还有就是鸡肉的部分。吃外面的就像他，吃这个就像我。健康的永生粽食谱总共有三款，有枸杞入味过目睭的粽，加燕麦薏仁做食材用来降低胆固醇的粽，也佫有用糙米、金瓜强调高纤维、抗老化的粽。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香甜。高纤低热量，所以表示，就因为肉粽是五日节应景的食品，推出着健康粽食谱，就是要让民众食了健康，又搁袂失过节的气氛。
把这样一个食谱哈，一个里面所用的馅料，我们把它公布。那也希望民众呢自己来试试看，大家的手艺都不错哈。那你用比较养生方式来做，那这个肉粽它的热量只有传统肉粽的大概是一半，你如果分量再少一点，一颗小肉粽它的热量只有一两百卡哦。这个健康粽食谱，民众会当家己到卫生局、甲秀团便宜网站来下载，想要更加了解的人，买单到卫生局来联络。健康高纤粽意。大中央新闻中心梁中华彩虹报道。好，过来要带乡亲来去新港乡的专属社区来看这个环保达人周金忠，平常时哦，伊就收集这废弃的木材，然后再搁找时间，把这挂木材重新来制作改造，变成这新的桌椅啊，了后再搁来送予有需要的人。伊就来表示，这挂木材其实拢也搁会当用，单调真正是真无彩。这整理一个又搁会当变成有路用的物件，不但环保，伊搁真有成就感。拿到工具在做东西，这个阿鲁米汤的师傅利用店里面冰箱就有收集回来废材料，把这些东西重新整理过，制作出一些桌子、椅子，送来自用又减环保。有的茶汤调起来了，早期是都该是黑白手、黑白蛋调起来，但是我发觉说有很多是我们的国宝级的耳朵器的这个木材，所以我就捡起来给它做一个小小一个加工，做成这个椅子桌子。家己的手艺加上收集回来废材料，周金忠打造出有家己风格小家具。伊表示，这些木材单调上拍算，只要小夸整理一下，拢阁有新的用途。现在的电脑族啊，吼，经常坐到眠床顶吼，啊，就来咧拍电脑吼，啊，我发觉讲安尼真辛苦，啊，我就将这个旧的木材，这个很有趣的材料来甲作为一个电脑桌吼，蛮方便的，可以携带。哦，你看一个。你看，会使安尼做合理，安尼吼，要出门吼，佮放到车顶吼，会当做野餐桌，啊，带出来对咧，会使做咱的电脑桌，啊，物尽其用。周金忠平时就向民众推广环保的观念，加上家己佮介意动脑筋做一挂环保的发明，伊就表示，环保只要逐工用一挂时间，未来效果就相当的大，所以为着未来，伊会一直坚持落去。大中央新闻，林伟廷、新港彩虹报道。继续来关心今日六月十二号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是124公吨，总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16.4元。过来来看详细交易情形。菜上价22，中价16，下价10，各类菜上价20，中价16，下价12。红米粉上价17，中价16，下价15。菜头上价15，中价10，下价6。瓜上价8，中价5.5，下价3.5。菜粿上价10，中价8，下价5。韭菜粿上价46.7，中价44，下价40。葱仔上价26，中价21，下价16。再回来关心气象哦，受到风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北部地区哦，为明仔13号开始，这雨势会渐渐啊来减缓。中南部地区这雨会一直落到拜六才会来减弱哦，提醒乡亲爱特别小心注意。以上就是今日六月十二号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